大家都在做什么呢？我们不是有收到那边的消息吗？一起看看吧。似乎有突发情况发生了，久违的活动活动身体吧。这种事我也能做到。好好吃，牙牙一你。的确不会很甜，不错。飞舞的蝴蝶好漂亮，感觉看多久都不会腻呢。嗯，多久都不会。牙医，今晚做那个吧。真拿你没办法，要适可而止哦。只做一碗蛋包饭，他就不会吃撑吧。都说我变了很多，真的吗？有吗？还是那个可爱又莽撞但让人想依赖的笨蛋吗？有甜甜的味道。提安娜，你又偷偷吃冰淇淋了吧？没有，明明是牙医你常用洗发露的味道了。总觉得很对不起牙医，让你这样跟我一起离开。那你可要负起责任了。其实我早就想这样靠近看看牙医了。再靠近点也可以哦。该起床了。睡到几点都一样吧，这里时间的概念那么模糊。牙医，我们去环游世界吧。你想去哪儿我都陪着你。好哎。我一直不敢相信现在经历的事是真实的。就算是梦也可以安心坐下去了。没事的，现在不会再有人来打扰我们了。この番組は、およばあ